小沈哲这路环，这个真是查禁的就路规则，天下哪有这种执政的？哎，小心啊！这个真是查禁就路规则。提出停止讨论动议，交给黄昭顺。黄昭顺刚才就是要提，要处理停止讨论动议。既然逐条审查，还提出停止讨论动议。这不是剥夺立委的发言权，剥夺人民的审查权吗？我们还在审第二条，主席就宣布第三条停止登记了呢。第三条都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不停止登记了。这种事情，大家都是资深的、负责任的、有经验的立委，你们以前审法案都这样